我靠，伤害51，我靠，不是吧？玩家爆料打造宝宝装，必出高属性的秘诀。老王实战测试直呼有花招，废话少说，直接开始。这次打造24件两车版，等级全为105，按照号主要求不打乱摆放顺序，三眼和九眼混合打造。我靠，我看错了，看成伤害加58了，再加魔法加58，防御68，这灵力好低，这个，哎，力量加10，出绿字了，但是没伤害，伤害44，灵力加1，力量减7，伤害51，我靠，不是吧？谁料第一车上来就连住高伤，就连老王都看懵了。70血15法，15力减2血，敏法加十，敏捷12。哎呦，44伤害加7铁，16法套装带毒。第二车又出加伤害，继续打最后4件，没敢想就这4件也出了加伤害，结果属实把众人看傻眼。这种到底是几率作怪，还是真的有花招？第4个伤害49，你别说，